有，要不我们先走。加粉。因为我抓他过来拍的呀，因为你看那么多人，就一盏灯，原来是这个，感觉是我多心机。我以为你会带的，我带了，我电池找不到了，我也找了好久。是谁把我们电池偷了？我偷的。肯定是我睡觉的时候偷的。我偷的，别说了。我没想通这个事，我是塞到哪去了？刚刚有50多个，那你怎么找？怎么想到的？加了吧，我加各种加，除了男生没加，肯定加了。为了回去负责送的，你说来得及吗？几点钟？哦，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还要下来，好麻烦。因为那一辆去苏州的，他是去南京下一站，中转吗？从一个站下来，然后再转一下。主要是五一啊，大家都出去。谁知道会这么晚？我已经买了很后面了。哎，不，怕中转，待会要提行李箱上楼梯。对，就是要提行李箱。对，要提行李箱。要提行李箱。提行李箱走的。下去以后往上面走。好有经验啊！我的伞啊！我们去小帐篷，哪个小帐篷可以进去啊？啊，东西很多啊，那还算了。外面其实挺可以听到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风我得怎么？不然这风不太行啊。谢谢玫瑰花，在沙漠里面。